哎，三立，那个找地方啊，学长姐们，我已经到了那个三立，就是请问要怎么报名？报名那个第三季。再战大嘻哈第三季，小时候绰号叫黑糖馒头。什么时候表演？台南23号，3号房。正下来最多。向左转，向左转。6月18号直播，经过参赛的老地方三立开玩笑说要报名大嘻哈第三季，还曝光了小时候的绰号哦。我也很大，我也5岁了，我叫奥特曼德，因为我黑黑的。他那个吃豆芽菜的老板娘叫奥特曼德，可是很大。我那时候高中还国中，我回去，他说：“嘿，奥特曼德哦，奥特曼德要大汉了。”哇我蛮感动的，其实一个人知道我是奥特曼的哎。现在谁敢叫我奥特曼的，我就开揍。没有了。哎、欸，三立，那个找地方啊。学长姐们，我已经到了那个三立，就是请问要怎么报名？报名那个第三季，会去参加第三季拿冠军吗？如果有办法拿冠军，我就去了。但是我希望下一季是宝宝熊拿冠军。断眉真的会很衰吗？不会啊，我开始断眉的时候，就是我参加大嘻哈的时候啊，我都蛮幸运的、啊，一直赢啊。不要迷信那些奇怪的东西啊，我的信道哦，人会过得欢喜啊。麦叫一哥，唔忙叫一哥，好帅恋爱是哦，这是今天最棒的留言。榜一榜二一直在跑、哦、我妈说你唱歌的时候很倒，不唱歌的时候也是蛮很倒的啊。零距离买够十本了吗？我真的是买十本哦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买十本送阿公阿嬷，阿公会很开心哦。昨天阿嬷托梦给我说我跟你很有缘，真的给有缘的话就看缘分啊。如果真的有缘的话，我也没办法阻止啊。妈妈说只能跟阿宽面结婚，哇哇，这个婆婆都遮住了。我都看缘分没，不要动不动就要结婚。我就喜欢那种没有距离感，那种会跳舞的，就是没有距离感的，主动一点的，要有一个他自己很热爱的事情，那我就觉得他很有魅力。妹喜欢有刺青的女生，有没有刺青都没差、啊。你喜欢一个女生会因为她有刺青加分吗？我不会。那女生抽烟呢？我觉得没差啊，女生抽烟，男生抽烟不都是抽烟吗？女生抽狼烟可以吗？我是觉得狼烟不好。我抽狼烟，我把你两米在吸哦。可以唱阿富的歌吗 ？Am I wrong? Am I wrong?